我抱歉，我真的对 Bruno Mars 是太疯狂。道歉，我是疯狂粉丝。郭书瑶日前看 Bruno Mars 演唱会，因为从头到尾穿着超亮荧光衣，被部分网友痛批干扰他人。他事后在 IG 道歉，瑶瑶进出席戏剧宣传，额度表示歉意。听那个 Bruno Mars 的时候，其实现场很多观众有帮你说话，就说其实你在现场其实很可爱的。我就觉得哦，好，就是可能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，我就觉得拍谁啦，因为我真的。我抱歉，我真的对 Bruno Mars 是有点太疯狂。对，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。然后因为也就是看了很多，就是其他演唱会啊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。对，所以就想说，想要就是疯狂一点的去看演唱会，但是不好意思造成他的困扰。所以你的衣服是事先也挑选过的？其实就是是我手做的，是可以开开关关发亮的。道歉，我是疯狂粉丝。你的衣服下次还可以再用。对啊，我是不敢再用。除非以后自己的场合或经过本人的同意。